因为镇魂，他的关注度和粉丝数相当可观。白起这个角色也确实适合他。千年前，他是一个真身不知为何物的灵物，却被专收灵物的天兵小周救了。他们本应是势不两立的存在，谁也想不到天敌的他们居然相爱了，从此隐居避世，共同守护着蕴含蓬莱之力的桃源乡。而此时的蓬莱族正经历着一场叛变，小周为了保护白起和桃源乡，他将桃源乡的种子和天兵手镯、短笛都交给了他，并抹去了他的记忆，希望他能好好的活下去。 从此，小周在他的记忆中彻底消失。虽然他不记得了小周的样子，却一直记得自己的承诺。至于世间灵物，从此一晃千年，21世纪的灵夏虽然有一张小周的脸，但全然没有小周的记忆。父亲豪赌，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。少女孤身一人守着祖宅，靠出演各类龙套维持生活，性格开朗，元气满满。为了让父亲能早点回家，她什么工作都接。今天她接到一个任务，就是为一个生日趴满场，灵夏被雇主打扮成礼物的模样塞进礼盒里。 谁知却被酒店的工作人员阴差阳错送到了白起的房间里。在白起正疑惑之际，一个被盛装打扮的少女砰的从礼盒里出现，配着欢快音乐给你一人表演，红酒、礼花、短裙，是不是挺那啥的？场面一度就很尴尬。白起以为这是阿离的恶作剧，一个响指将收音机弄坏，气急败坏的转身离去。林夏见客户不满意，怕拿不到工资，就一直缠着白起，坚持把任务完成。 不要看我，凡事都有第一次。你只要放松就好了。此话一出，白起误认为林夏是一个失足妇女，这林夏哪能干？你骂谁呢？谁是妇女啊？链家子出身的林夏直接给了白起一脚。此时的白起更疑惑，林夏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能够打伤自己？在他纠结时，林夏一直在问他讨要佣金，气急败坏的白起只能去找经理来解决此事。白起刚走，林夏就接到了李哥的电话。 这才知道自己走错了房间。此时，一个带着玉佩的奇怪男人将玉佩的孔对着林夏家的百年老宅，一来就说要买下他的房子和这块地皮。见女孩不肯，便拿出一块玉对准女孩，双眼变成了红色，手里的玉石也释放出蓬莱之力，不仅签了卖房合同，还对她下了命令。向国言刚走，白起就带着自己的助手阿离来了，想要回昨天被他拿走的桃源乡。被迷惑的林夏只知道傻笑，乖乖的把桃源乡给了白起。当白起看到自己精心呵护上千年的 桃源乡被栽在一个水缸里时，瞬间暴走，而此时林夏自顾自地往外走，气头上的白起并未发现林夏的异常，还警告他：“今天算你命的，别让我再见到。”在回程的路上，回想起方才林夏反常的行为，怀疑他是被灵物所控，一路追回来，即使救下了站在桥上要自杀的他，让阿离把他带回了自己房间，剪下桃源乡的一片叶子，让阿离拿去煎了水来救林夏，这才将他身上的蛊惑解开了。白起一来就告诉他，他被灵物控制。 搞得他一度还以为白起是个和自己父亲一样的骗子，但白起一个响指让他回想起了昨日自己经历的所有事情。他立刻赶回自己的家中，此时的房子已经被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卖给了向伯言，他进不了门，只好请求白起能帮自己夺回房子。三人设计进入了向伯言的办公室，而林夏一见到他就吓得躲到了白起身后。向伯言看到林夏竟然还能活着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也很是奇怪，得知他们是为了房产而来，他十分胸有成竹。 将合同拿给了白起看，果然合同被做的滴水不漏，而白起则是注意到了他贪婪的吸食着古玉的灵气，但他很快便咳嗽了起来。白起一眼就看出他这是受蓬莱之力影响的症状。阿离则告诉他自己的老板就是医生，不过需要你用最珍贵的东西作为证据。恃才如命的向伯言自是拒绝，临行前白起拿了一支香给他，还留了自己的名片。晚上向伯言身边的女助理子贤大半夜的偷偷跑来白起家。 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林夏和阿离暗算了一棒子，而后又被放到了客厅拷问。他告诉三人，向伯言自从用了白起的那支香，就一直没有醒过来。白起也不禁证实了自己之前的猜测，其实子贤才是真正的灵物。于是白起让他带着自己去见向伯言，要想救他，必须解开子贤的执念。来到密室，白起点了一支香，他和子贤一起进入他的记忆里，但却没想到林夏一起进来了，想把林夏赶出幻境。 不成想他的法力在林夏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了，这让他非常意外。但现在时间紧迫，只好让林夏跟着自己来到了子贤的记忆里。这时林夏在一旁观望，离开了白起的黑伞，忽然一起叫，盯着他，被白起一把拉回伞。子贤是一名技艺高超的琴师，一直以男装示人。向伯言在第一次见到他时，就爱上了他。听闻子贤姑娘常以男装示人，除非遇到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才会报恩。 向伯言听后不惜花费高价将他留在了府中，一年过去了，子贤却还是以一身男装示人。这天，向伯言找到他，问他想不想去西洋玩玩。原来当下时局动荡，向伯言大势已去，他忧心连累子贤。
帮他安排好了出国的行程。子贤听后以为是和他一起出国，毫不犹豫答应。那你呢？我要去当关外。两人都没有把彼此的爱表达出来，就此错过。多日之后，子贤遇见了向伯言以前的手下，得知向伯言已经落魄了，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也是他。子贤听后追悔莫及，换上了他曾经送自己的裙子，来到一间破屋门前，看到门前还留着自己的琴，却已经不愿开门。等我东山再起，铺满一屋子的黄金，给你做聘礼。向伯言却不想子贤看到他的落魄，这便是向伯言对金钱有着执念的原因。当日的鹅毛大雪中，子贤为向伯言弹起了出狱那日的凤求凰，向伯言也死在了琴声之中。屋内已没了动静，他冲了进去。追悔莫及的子贤太过悲痛了，当初高傲的自尊让艾梅说出口，不甘心向伯言就这样死去，于是他用蓬莱玉石将他起死回生。可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活过来的向伯言也只是一个因执念而生的傀儡，一心只想着要赚钱，却不再爱着子贤。现在要想救他，子贤就必须放下执念。再次进入幻境的林夏直接到了子贤的面前，而此时的子贤已变成恶灵，完全丧失了理智，他变成了子贤的攻击目标。当刀正要刺向他时，幸好白起及时赶到将他救下。白起对子贤好言相劝，希望他放下执念。此时的子贤完全丧失了理智，只知道攻击。在他挥刀刺向白起时，突然那个人就变成了向伯言，正好被子贤插进了心脏，他崩溃了，瘫倒在地，向伯言也不见了。这时林夏想到，如果最后那次见面子贤就表露心境，那会不会就没有遗憾。于是林夏让子贤换上了当年向伯言送的红色罗裙，带着他回到了分别的那一夜，让他把心里话都告诉他。向伯言转身看到女装的子贤，开心的笑了，问了之前一直在问的那句话：林夏我永远都是林夏我。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俩人紧紧相拥。子贤再次为向伯言弹起了出狱时的那一曲凤求凰，这一幕正是子贤心中的遗憾，虽然短暂，但也足以解开心结。醒来的子贤放下了执念，拿走了禁锢向伯言元神的玉石，让向伯言消失，而后将其交给了白起。而此时一个红衣女子正偷偷地监视着这里，并汇报给了一个神秘男人，不知后面还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秘密。回去之后他发现，之前只有三两片叶子的桃源香现在居然长出了七八片叶子，第二天它居然开花了。白起又来到女孩家门前，质问女孩对他的花做了什么。只见女孩漱了漱口，喷了一口过去，气得白起暴走。我居然不相信你这种人，不成想回去之后他又不知钱的开花了。白起以为他喜欢口水，用不完了，于是他学着女孩的样子，连牙膏杯子都用的一样了，喷了一口水过去，他的口水就像有毒一样，刚长出的两朵花直接就消失了。活了一千年的他，对于这棵树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找到林夏，希望他能够帮他养桃源香。刚来到他屋前，就看到有几个小混混在向林夏泼油漆，原来是他父亲林建南在外面欠了赌债，见他拿不出钱来，就来门口贴大字报，还泼了他一身油漆，并威胁他三天后还来。看到林夏狼狈的样子，白起突然感到了心疼。林言三狗教训他们三个完全没有问题，为什么突然？是不知道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听着他可怜的回答，白起转身就走，平静地坐在车里，指挥着阿离教训几人，直到他们跪地求饶。白起也看时机差不多了，示意阿离停止掩埋，并替林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把几个小混混带到他面前道歉。傲娇的他表示并不是为了帮他，而是需要他帮忙养桃源香。我为什么要放弃我大好的演艺事业，跑去给你养花？我是见女孩如此抗拒，助理阿离表示可以租下一楼，为了桃源香能够开花。白起也同意了这个决定，表示明天就会搬过来。可林夏却不干了，你有不答应的选项吗？怎么没有？你欠我的钱足够十年的房租。第二天白起就搬了进来，还把这里重新装修了一遍。为了不受白起的气，林夏决定多接点戏，早日还清欠款，把白起赶出去。这次他接了一部鬼片，不成想片场却出现了真鬼。啊！谁让你早到了？我没有啊！导演却说他嘴硬，这么明显还要狡辩。刚才好像真的不是，不是他们还能吃。这时又一个人影从镜头里飘过，全组人都吓呆了，四处逃窜。小夏被从威亚上掉了下来。他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的，一定是有人捣鬼，结果发现一个小孩带着一个纸人，于是把他抓了出来，让大家都出来。导演把小孩一通责骂，这时远处又一阵阴风吹过，导演以为是小孩的同伙，破口大骂的跑过去，突然一个红颜女人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将整个人抬起，
众人只看到导演忽然悬空，又四处逃窜。只见一个满脸疤痕的女人，正死死地掐住导演的脖子。小孩真厉害！林夏见状，赶紧把小孩给拉走了。剧组的人吓坏了，车子根本就不等他。此时小孩正拖了他的手。你还跑？跑什么呀你？不回家呀？我家就在上面。他和姑姑一直住在那里，现在姑姑生病了，躲起来不见他了。他不想这些人来打扰他们，才扮鬼吓人。姐姐刚才找医生怎么样？听到他说能治姑姑，他开心地跟着回去了。第二天，白起来到山上，发起攻击的木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明知打不过，他还是厉声地问他把小孩弄哪里去了。你杀我我不在，但是你别为难一个孩子。白起表示小孩很安全，也是他请白起来治疗木美的。找到病灶所在，除去病灶，你就可以变回一个普通人。变成人，他就能永远和阿秀在一起了。但是阿秀就会看到他原来的样子，这是他不想的。他宁愿死，也不愿让小孩看到他满脸疤痕的样子。白起无奈转身离开，林夏满脸期待地问治好了没有。他拒绝治疗，我爱莫能助。而此时的阿秀也来到了跟前。医生，只要你能治好我姑姑，以后赚到的所有钱都交给你。白起却说给他一座金山也没有用，他的治疗必须得到患者的同意。现在你见死不救，算什么医生啊？臭骂白起一顿，林夏表示他去劝一下，如果说服了，能不能请他再去治疗一次？走。林夏带着阿秀来到了山上。出来见见我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你真的再也不理我了吗？听着阿秀的声声呼唤，木美用最后的灵力修复好面容。阿秀一把抱住了她，诉说着思念。木美支开阿秀，林夏问她为什么拒绝治疗。因为代价太高了。林夏以为白起太贪财，是我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。林夏表示不理解。木美除去灵力，露出原来的面容，林夏被吓到了，尴尬的笑笑。那个阿秀不怕你，我也不怕。却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在阿秀面前露出过真面目。听过姑姑难受的咳嗽声，阿秀又跑了过来，却又被他们赶了出去。这时一个红眼男人带刀杀了过来，木美又使用了灵力，一掌拍倒了男人。这时的他快要变成恶灵了，无法再控制自己，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大吼着让阿秀离开。看到我这个样子，难道还不懂吗？滚！阿秀却一把抱住他。此时地上的男人又攻向他，打飞他后，木美完全丧失了理智，掐住了林夏的脖子。另一个红眼男人把木美砸晕，又持刀攻击他们。这时白起及时赶到，一掌制服了他。晚上，林夏再次恳求他能救救木美。他说他知道木美执念是什么，原来他不断用蓬莱之力修复自己的容貌，是不想阿秀发现。白起得知后直呼他太愚蠢了。他一直都知道他姑姑的本来面目。男孩天生一瞳，能看破一切鬼怪，也因此被家人抛弃。阿秀啊，你在这儿等爸爸，吃完这包糖的时候，爸爸就会来接你啊。阿秀拿着最后一颗糖，从天明等到了天黑，再也没等到他的父亲，被木美带回了家。木美是个大家闺秀，嫁给了青梅竹马的大少爷。新婚夜，大少爷送了一对珍贵的蓬莱耳环，也是在最幸福的这一晚，他失去了所有，一场大火将他毁了。而大少爷的态度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变成了一个灵物，一个人在破山庄里待了百年，直到这天遇到了被家人抛弃的阿秀。他第一次使用了蓬莱之力将面容修复，他吓到阿秀，一次次透支蓬莱之力，让他成了只知杀戮的恶灵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阿秀在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他本来的样子。不过最在意的就是父子的人貌，我好怕他知道我的秘密之后会赶我走。现在如果想救他，就必须进入他的回忆，让他知道阿秀并不在乎他的容貌。但白起根本进不了恶灵的记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能够吹响蓬莱族的这只短笛。这只短笛是千年前白起女友留给他的，也只有他的女友小周能够吹响。林夏一把夺过笛子，却吹响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吹啊。吹。白起十分震惊，让他吹一首曲。现在只有你。这次进去生死难料，阿秀毫不犹豫答应。他们一进入幻境，就看到了木美毁容时的场景，之后木美就是恶灵的状态。此时林夏这里突然地震了，林夏摔倒在地，笛子再也吹不响，时间也马上到了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一个女人轻抚着笛子，帮她奏响了笛声。白起也压制了木美。我在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什么样子，但我从来不害怕。听着阿秀声声诉说，想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时光，木美也彻底放下。此时地震不断，香也快燃尽，林夏把他们背了出去。再回来时，白起差点砸到，被林夏挡住了。此时白起也恢复过来，他们也变成了普通人。回城的路上，
林夏看着断掉的笛子一直道歉。此时白起叫停了车子，一个人走到了路边的摊子，回想起了两人之间的点滴，嘴角露出荡漾的笑容，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。在经历一些患难后，他发现自己对女孩有了特殊的情愫，赶紧打包行李准备离开。听到他说要搬走，神树散发出一降迷香，将白起迷晕。这次他又做了同样的梦，一个女孩将桃源香交给他，并抹去了他的记忆。这次他终于看清了小周的脸，突然惊醒。林夏，怎么？现在他非常的想见到林夏问清楚。林夏在哪儿？啊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知道了他的地址，白起立刻就过来找他。此时的林夏被人撞倒边进泳池，在泳池扑腾，却没一个人下去救他。白起赶到后，将他从水中捞出。是谁把你推下去？是我干的。怎么了？看着白起生气的样子，白起，算了。白起给林夏披了一件外套，拉着他离开了。助理阿离正在路边等他，白起将林夏按到座位，系好安全带，气冲冲地走向驾驶座。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的小阿离。一路上白起疯狂驾驶，却一句话不说，把林夏带到一处空旷处，一把薅了过来，将头贴到他脸上，快速地看过了他的一生。白起崩溃，倒在地上难过的不想动。他将自己的爱人忘记，一个人寻找了上千年，一直不知道他的样子。这次终于看到了梦中的那张脸，却发现不是他。林夏没有天兵的记忆，但是又是桃源香让他想起来。那为什么我想起来那张脸就是他？阿离提出，有没有可能是桃源香被林夏污染了？因为林夏的浇花方式有点特别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出去。女孩被搭讪要联系方式，白起赶紧飞奔过来亮出二维码。你不是一直想认识我吗？你想打架吗？看女孩还和他说话，赶紧把他支走，并表明他们明天去迪士尼。老男人吃起醋来还一套一套的，想把情敌气走。你再怎么激怒我，我也不会走。女孩盛装打扮后，白起眼都看直了，每不过三秒就摔倒了，以为白起会笑话他，但白起很紧张地飞奔过来扶他，还夸他很好看。女孩说衣服是挺好看的。我没说衣服。突然两人之间的气氛有点尴尬。你九几年的？被女孩问是九几年的，我们的大叔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要说自己两千多岁了吗？90。女孩在会场上没看到之前和她搭讪的杨姐，正在寻找时白起发现了，于是故意拦住女孩轻声说话，故意气她，不成想把女孩的酒弄洒了。女孩一离开，他又去找杨姐的名字，他假扮保安被队长盘问，于是用蓬莱之力催眠他，不成想白起在一旁破坏，被人当成神经病带走了，成功赶走了情敌。这次他们是被一位管家请来给画家海明谦治疗的。海明谦执意说自己没病，我被任何东西缠着也没有发疯，所以他转身便离开了。可是管家一路追出来，告诉他说自己看到过海明谦的宅子里有灵物的痕迹，希望他能帮忙。这个老头是个有名的画家，但是现在的他却画不出一幅画。正在发脾气的他吵醒了门口的佣人，突然房内的灯忽明忽暗，女佣敲了半天门也不见反应，他大力推开门，还老见他进来，赶紧把他赶出去。没事没事，你出去出去，你出去。女孩给海老倒一杯水，一转头突然看着他不断靠近，林夏将杯子扔出，影子瞬间不见了。海老突然大发脾气，让他赶紧滚。就在此时，那个满脸花纹的女人又出现了。林夏用力地吹响了两个哨子，白起和杨几瞬间来到他面前。此时那个女人却早已不见了。为了海老和林夏的安全，白起将他和海老转移到了宾馆后，再次回到了古宅。他发现其他的房间都没有异样，只有海老的画室出现过女子的身影。来到画室，果然发现了女子的踪影。我可以为你治疗，把你变回正常人。不成想桃源香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原来女子并非正常的灵物。直到杨几出手，才知道原来女子不过是一个蓬莱之力创造出来的幻想。就在此时，画室的墙壁源源不断地散发出蓬莱之力，随着墙纸被撕开，俩人彻底被这一幅巨画震惊了。而画上的女子正是刚刚消失的神秘人。而林夏这边宾馆内，那个女子又出来了，海老一点都不怕她。杀了我。林夏大喊一声扑了过去，女子却瞬间不见了。在林夏和白起的逼问下，海老终于说起了他们的故事。男孩出生军人世家，但先天不足，从小就有残疾，母亲为了安抚他，请来了柳先生教他画画。柳先生送了一支非常特别的笔给他，笔中有蓬莱之力，能够从画出的画中看到过去和悲喜。出事后，师父交代千万不要画自己心爱的人，一旦画了，心爱的人离开就再也画不了画。
于是他从来不画人像，直到遇到了艾琳，他对艾琳一见钟情，俩人很快坠入爱河。他也最喜欢给艾琳画画，因为他可以从画里看到艾琳对他有多喜欢，也能看到他的过去。他知道艾琳现在的身份是假的，她并非名门之后，是汉奸的女儿。在那个年代，他们俩人的身份是完全不能在一起的，但他完全不在乎。他们俩成了最受瞩目的一对，但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他不再相信艾琳的语言，只相信自己从画中看到的一切。他看到艾琳频繁与花花大少蔡志成来往，不顾他们的承诺又去给蔡志成做模特。从画中他看到艾琳很开心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他找到蔡志成大闹一场，艾琳向他道歉，他不该和蔡志成来往，一通谩骂后把他给艾琳画的第一幅人像撕了，也把墙上的一幅超大写真点燃。艾琳捡起素描离开了他，他们兵分两路，白起去把海捞找来，林夏则是把艾琳留在这条街上。白起把唯一的保护伞给了林柱，林夏在艾琳看不见的地方一点点拖延时间，也没能阻止艾琳离开了步伐。于是他收起伞，让艾琳来攻击他。在他把伞一开一合来回操作后，伞打不开了，没有伞的保护，艾琳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此时天兵杨吉也进来了，在这危急时刻，艾琳被一手给消灭了，他们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。但海老一醒来，却发现艾琳就在眼前，他们一起跳舞。突然他发现眼前的女子不是艾琳，白起让女孩告诉他叫什么名字。我姓海，叫海棠，我曾祖母原本姓赵，后来改姓海，海艾琳。这是你的爱吗？一个天兵，一个灵物，为了一个女孩大打出手。正在他们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，女孩跑了过来。别打了！杨戬不依不饶，今天他一定要揭开白起的真面目。在他一刀刺向白起时，林夏一把推开白起，挡了过去。杨戬来不及收刀。我没事。白起看到林夏手臂出血，他彻底怒了，不再留情面，单方面暴打杨戬。本来可以饶你的命，但现在正在他全力攻向杨戬时，林夏又挡在了杨戬前面。白起瞬间收住掌势，恢复正常，但还是被林夏发现了秘密，他的眼睛变红了。白起慌张的低头，不敢看向林夏，随即转身离开。林夏准备追上去时被杨戬拉住，林夏看到杨戬手上受了伤，一把抓了过来，但伤口却自动愈合了，他难以接受。回到酒店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他来到白起的门边，白起就在门后，但他却又退缩了，不知道怎么面对林夏。活了2000多年的白起突然害怕了。我今晚就在房间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就来敲门。来到林夏的门口又转头回去了，直到第二天白起还是没有来，林夏一个人拉着行李准备回去了。来到楼下，杨戬蹲在墙角等了他一夜，一见到他杨戬就跑了过来，告诉他我没有骗你，白起他是兵，早晚有一天会失控杀人的。白起站在楼上看着他离开。回到家，阿离正在拖地。你们回来了，我今天准备了上好的龙虾跟牛排，要给你们露一手啊。说完却没看到他老板，他老板一回来就躲进了房间，饭也不吃了。第二天阿离早上起来就看到自家老板在厨房里忙碌，阿离实在是太震惊了。你是不是对林夏姐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？肯定是，要不然你们忽然这么殷勤。白起死不承认，再调侃下去马上就要被白起变成一朵香菇。正好林夏下来，阿离马上呼救，林夏赌气离开。老板，你到底干了啥？在白起说完后，阿离充当起了情感专家。白起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。老板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不懂女人的苦吧。听他说完，白起马上起身出去找人去了。这个男人出生在一个偏远的渔村，却因一把刀不老不死活了上千年。就在这条河里，他捡到一把名叫河豚毒的刀，从此成了一代厨神。在看到那把刀时，父亲就知道儿子不属于这个小镇了。离开的日子还是到了，沈醉瞒着父亲准备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出发前父亲还是赶过来。你想把我困在这一辈子吗？他带了一碗自己做的面，父亲知道分别是迟早的事，也没打算阻拦他，只是让他别忘了家的味道。此时的沈醉虽然不舍，但还是踏上了寻梦的道路。多年以后，功成名就的他回到了这个小渔村，可是物是人非，这个村庄早已荒废许久，从此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。他再也尝不到之前的那个味道了。他在这世界上不断的寻找，寻找一个早就消失的家。这么多年他靠着厨艺积累了数不尽的财富，游戏人间钱对他来说很快就失去了意义。但是因为太过滥用河豚毒，遭到了蓬莱之力的反噬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可能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来到满汉楼，面条一上上来，
他吃都没吃，看着这粗细不一的面条，瞬间失去了食欲。他找来主厨，把这碗面评判的一无是处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把面条倒在了地上。谁受得了这么大的侮辱？女孩拿起一碗面就泼到了他的脸上，面条的汤汁顺着脸流到了嘴里。他用舌头一舔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家的味道。他独自一人活了这么久，总是在不断的寻找，终于让他找到了。于是沈醉决定留下，就在满汉楼的对面开了一家餐厅，每天都要和女孩吵一次架，这样让他有活着的感觉，也成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乐趣。由于竞争太过激烈，满汉楼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。陆雨兰想了很多办法拉投资，最终都失败了。再怎么难，陆雨兰也不要沈醉帮忙。此时的满汉楼被日本的虎彻给盯上，沈醉得知后就确定虎彻要的并不是满汉楼，而是为他的河豚独来人。他一定要帮助陆雨兰，不能让这百年老店落到虎彻的手。他拿出这把刀当赌注，在和小日子比拼时却突然晕倒，原来是被下了药。虎彻为了沈醉手里的河豚毒，设计陆雨兰的满汉楼。为了女孩，他只有接招，但每一次使用神刀就会消耗自己的生命，身体里的蓬莱之力不能支撑他做完这一顿饭。于是他找到了白起，为了他能再多活几天，白起直接拒绝。沈醉看白起不肯帮忙，于是说起了他的故事。如果今天有人拿林夏来威胁你，你会坐视不管？白起感同身受，于是改变了主意。他将沈醉高价买来的蓬莱之力一支支的注入体内，注完蓬莱之力的沈醉又充满了力量，在第一轮比赛中轻松地获得了胜利。中场休息时，白起再次帮他注入蓬莱之力，很快沈醉找来的玉石就剩一块了，他的身体也达到了极限，蓬莱之力只能撑完第二局，所以第二局他必须赢。第二局一开局，沈醉就展现了他惊人的刀功，赢得了全场喝彩，但下一秒就晕了过去。原来在休息时，林夏为了替他庆祝赢得比赛，拿来了赞助商送的香槟。白起还在确认酒有没有问题，沈醉却完全不在乎，直接倒满酒杯。不料在碰杯时，由于林夏用力过猛，杯子碰碎了。沈醉一个人喝完了酒，因此白起也没有发现酒有问题。为了不让林夏自责，白起没有告诉他酒有问题。他劝沈醉放弃最后一场比赛，注入的蓬莱之力已经全部用光了。从前的我，活得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。我总觉得你也曾孤注一掷，完全能明白我心情。他成功的顺服了白起，但白起只能保证他活着走上台，剩下的全要靠他自己。来到了比赛台上，第三场比赛虎彻拿出了看家本领，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。而沈醉这边没有了蓬莱之力的加持，他频频出错，食材也没有，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他陷入了回忆。突然陆雨兰出现在比赛场上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陆雨兰的出现让他又记起了家的味道，于是他摒弃这么多年靠着蓬莱之力做菜的习惯，用最原始的方法做出了父亲当年送他出行时的蓬莱面，就是这最原始的味道征服了所有朋友，最终他们赢得了比赛。虎彻不服气，不相信他的一碗清汤面能有多好吃，于是沈醉告诉他，你中国人无论怎么冷，晚餐都要回家吃。赢得了全场掌声。几天前林夏将白起堵在大雨里，逼问白起喜不喜欢他。白起说着恶狠狠的话让他离开。是你先接近我的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想过会喜欢上你。无意识脱口而出的话暴露了他的内心，白起意识到说错了话，转身就离开。林夏却不依不饶的阻拦，不断的追着他确认。为了逼迫他承认，林夏一口就亲了上去，白起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，两人在雨中拥吻。自从他们俩确认关系后，就再也没有任何亲密举动。林夏只是喝了他的水，他的反应都那么大，小助理都看不过去了，对小夏深感同情。我真是同情小夏你谈了一段丧偶式恋爱。白起虚心请教，于是小助理给他支招。可听小助理说，情侣之间就是要吃饭看电影，他很是不屑。林夏还在说圣诞节他想着怎么过，白起就扫兴地说，浪漫就是被商业伪造出来的虚假氛围。在听到杨戟说可以陪林夏过圣诞节后，他突然就生气了，还把平板重重地拍在桌子上。生气了谁管他，我还气呢。虽然男朋友对节目不上心，林夏还是为了买礼物跑到商场兼职，没想到却碰到了高中同学。是淘淘呀，你不认识我了。同学看到他落魄的样子，便邀请他一起参加同学会。林夏知道他这同学是什么德行，便随意敷衍几句，压根就没打算去参加。不料冤家路窄，买礼物时又看上了同款。那你一个大明星怎么还得攒钱买打火机呢？面对女同学的嘲讽，林夏打着哈哈，只想赶紧离开。随料同学非要拉着他去参加同学会，还把他的富豪老公介绍给他认识。进入餐厅，同学就故意把他当成服务员，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明知他只是替身演员，
还一口一个大明星的叫着，问他怎么没在电视上见过他。林夏被问的只好苦笑，炫完脸后炫包包，炫完包包炫首饰，最后再把老公拿出来炫一下，阴阳怪气的嘲讽林夏找不到男朋友。林夏被他们的行为惊得目瞪口呆，忙表示自己有男朋友。正在他们逼问林夏男朋友什么工作，年薪多少时，所有女生就被走过来的帅气男生迷住了。不料他却走到了林夏身边，对着同学的老公，也就是 GTSCO， 你的 KPI 我看过，我很不满意，我会建议董事会来年换一个。在同学老公冒火前，扔下一张名片，然后潇洒的走了。这个男人正想和女孩亲吻，恍惚间却看到了一个人影。他惊恐的发现，被几根大铁链束缚在一根柱子上的人开始挣扎，束缚的铁链也有所松动。他急忙回到房间，点燃一支香进入幻境。这个和白起长得一样的人叫黑起，是白起的执念衍生出来的恶灵，也是白起亲手封印的。白起只要爱上了别人，灵力就会变弱，所以才会让他有机会苏醒。黑起在猜到他是有喜欢的人后，愤怒地问他忘记了小周了吗？他是为我们而死，你都忘了吗？白起不想让他说下去，一个响指就让黑起倒地痛苦地挣扎。不想被黑起影响，不再理会他的叫骂。第二天，白起在收服恶灵时被恶灵抓伤了，之前的伤口都会自动愈合，现在他使出蓬莱之力，伤口还是纹丝不动。林夏赶来时，他赶紧把伤口藏在身后，却还是被发现了。你现在可不是自己一个人了，我怀孕了。在林夏的关心下，他又出现了幻觉。我倒是真的想看一看能让你动心的女人到底长什么。白起大叫着滚开，把林夏吓一跳。回到家，他在给伤口上药时，天兵杨戟看到他伤口没有愈合，就告诉他，你动情太深迟钝，一旦动情，灵物一定会失控。回想着杨戟的话，他再一次进入幻境。这次的黑气已经挣脱了束缚，他嘲笑着白起居然能被那么低级的灵物打伤，看来是真的弱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可以砸掉你。白起一个响指又让他痛苦挣扎，而林夏在进屋找白起时也被香给迷晕了。他看到一个女人为了救白起牺牲了自己，而这个女人却和她长得一模一样。他终于知道了白起的执念是什么了，慌忙地逃出了房间。他不敢问白起，害怕得到不好的回答，于是他旁敲侧击地去问杨戟。白起因为昨天冷落了女友，所以一大早就起来做了早餐，看到林夏下楼来吃早饭，奈何林夏兴致缺缺，不知道怎么面对白起，找个借口出去了。而小助理观察到林夏怪怪的，又开始支招。只见白起手捧鲜花，拿着气球，尴尬的在商场上等着林夏，没想到却被别人以为是卖气球的。不卖。但是这一招是真的有效，俩人你侬我侬的一起看电影，趁林夏上厕所的空档打电话给阿里。情况还不错，回去有赏。此时黑起彻底的逃出来了，白起怕黑起伤害林夏，一个人先走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去在哪里？别白费力气了。林夏追了过来，黑起发现了小夏，看见林夏的那一瞬他呆住了，但只是瞬间他就知道眼前的人不是他的小周。这张脸也太像了。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复活小周的办法。男人将自己的恶灵封印了2000年，现在恶灵逃了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伤害他的女朋友，所以他必须要去解决黑起。此次危险极大，如果出来的不是他，那么林夏就会受到伤害。于是他交代杨戟，替我照顾好林夏，然后又找到阿里。酒店还是由陈金发负责，剩下你接着。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财产都进行了分配，阿里哭得像个泪人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他坐进浴缸，进入幻境与黑起搏斗，再次从浴缸中苏醒。他面带笑意，身体还没恢复就马上去找林夏，不料在路上却晕倒了。酒店里，杨吉检查后表示没有大碍，之后便把白起之所以分手告诉了他。所以他跟你分手只是一个借口，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变成恶灵，会威胁到你的安全。林夏听后非常生气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唯独就隐瞒着他。刚好父亲邀他去南非旅游，于是就告诉白起他要去南非定居。听到林夏要去南非不回来了，看了一下地图，他马上不淡定了，他一定要留住林夏。于是他来到林夏家里，本来仗着林夏喜欢他，一副大爷派头，不料被林夏拎着耳朵扔了出去。于是他使手杀手锏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林夏虽然被搞得措手不及，但还是没打算原谅他，于是他道歉升级。今天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不要动。阿里都惊讶地竖起大拇指，这软萌样和之前的高冷反差也太大了。黑起真是倒霉，恋爱是白起谈的，现却让黑起来到。如果不是要复活小周，傲娇的黑起早就走人了。不料林夏得寸进尺，居然让他再追一次。睡了2000年的黑起哪懂这个，
阿丽只好再出主意，让他写情书。他绞尽脑汁写了一夜。当我第一眼见到你时，你穿着很暴露的衣服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生猛的女人。读出来后，林夏差着被气死。重写后，林夏终于是满意了。他们去了游乐场约会，这次的白起像脱缰的野马，哪有之前的高冷范？林夏看他状态觉得不正常。你不是他。被拆穿的黑棋打算抹去林夏的记忆，让他彻底变成小周。幸好杨戟及时赶到，他们将黑棋用链子锁住，逼问他白起的下落。得知白起已经死后，杨戟找算遵守之前的约定，杀了眼前的黑棋。林夏苦苦哀求，希望能够给他一点告别的时间。他们走后，林夏点燃了蓬莱香，进入了黑棋的幻境。他发现了白起，只见一把剑将白起钉在一个柱子上。走，快走。他想把剑拔出来，不料却被剑烫伤，怎么用力也拔不出来。第二天，林夏将白起还活着的事告诉他们，黑棋也给了他机会。林夏一次次的进入，又一次次的失败，被绑起的黑棋嘴毒又调皮，几个人都被搞无语了。怎么那么像带儿子？这天黑棋又在作妖，杨戟直接把他的嘴给堵上，还给他戴个头箍，拍了几张照片，毕竟这样的机会难得。等他回来，这照片得给他看。上官恋心脏损坏已达到了极限，他从小收养笑笑，骗笑笑有心脏病，让他长期吃药，就是为了这天让笑笑成为他心脏的供体。笑笑被他们抓来，还天真的以为爸爸会来救他，不曾想把他抓过来的人正是他爸爸。为保险起见，上官恋还抓了林夏，就是为了逼白起给他做手术。而如今做手术笑笑死，不做手术林夏死，于是白起就很被动。他利用给笑笑检查时告诉上官恋，普通的心脏并不能维持多久。他利用蓬莱之力让桃源香结出果实，我可以用它为你制作一颗永远不衰老的心脏。凭什么？为了取得上官恋的信任救出林夏，白起不惜对杨戬进行杀手，更是把杨戬的蓬莱之力也全部收走，让他没有自愈的能力，彻底死亡。上官恋拍手称绝，认为自己找到了同类，放下对他的戒心。只见他大手一挥，一颗黑乎乎的心脏就出来了。他再把桃源香的果实放进去，上官恋马上就容光焕发的醒了，已经治好了上官恋。白起要求他马上放了林霞，于是他们约定在30里外的码头放了。而杨戬这边，笑笑醒来后发现守卫睡着了，于是他打算溜。当他小心翼翼地爬到门边时，却被人发现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杨戬赶过来，原来白起在同他说话时，悄悄地将他手环上的玉石抠下来放在他的手心里，让他能够复活。但是骨内一刀多多少少带着点私人恩怨了吧。成功营救笑笑后，他急忙赶往白起那边。在上官恋和林夏交换后，上官恋做出指示，一伙灵物全体攻向他们。此时的白起分给杨戬太多灵力，在和他们周旋一段时间后，明显体力不足，被人从身后偷袭时，林夏挡了过去。白起彻底怒，一把掐死了凶手。转头看向林夏时，他仿佛又看到了小周，同样的事他经历了两次，每一次都是无能为力。男人主动取下手环套在女孩的手上，手环瞬间融入女孩的身体里，女孩胸前的大刀瞬间消失，他复活了林夏，而自己身上的伤口开始裂开，白色衬衣马上就被血水浸透，摔倒在地。几人将重伤的林夏和白起带回家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白起必死无疑时，桃源香偷偷地跑到院子里。他终于还是怒放。桃源香发出万丈光芒，通过窗户照在林夏和白起的身上。此时白起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桃源香正在和他告别。我只能帮你这一次了。白起虽然好了，但是体内的蓬莱之力有限，只要动情就会消耗。这天他正吃着晚餐，却突然支撑不住，无奈两人只得分开。我会做到不再爱你。离开前，白起突然拉着林夏跑了。这不是回酒店的路，你打什么主意啊？在这里白起向林夏求了婚，没有戒指就找了一个螺丝代替。好景不长，白起再一次晕倒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抹去白起和林夏在一起的记忆。林夏和杨戬进入白起的记忆中，一点点地删除记忆中的林夏。再次醒来，他们变成了陌生人。腾蛇为了成为天道，抓走了白起和阿离，让林夏交出桃源香的种子。怎么样你才能接受种子吗？林夏将双手放在树干上，祈求桃源香能够帮帮他。下一秒花朵全部盛开，接出一颗绿色的种子，种子径直飞向林夏的手心。然而当种子到手后，桃源香瞬间干枯。林夏正准备去救白起，却被父亲阻止了。父亲不惜暴露他天兵的身份也要阻止他。原来父亲本是蓬莱一族的族长，而小周则是蓬莱族的圣女，他的使命就是成为天道，带领族人回归蓬莱。不曾想他们内部却出现了叛徒，为抢夺桃源香，他将小周伤害，却也被小周打伤失去记忆。
而父亲见女儿惨死，他不惜违背族规，耗尽蓬莱之力，将女儿的魂收进了另一颗种子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只有两颗种子合体才能成为天道。就这样，父亲培育了种子2000年，却长出来一个人类女孩。女孩待在他身边越久，灵力就越多。父亲为了让她摆脱命运，当个普通人，一直放她一个人生活。但是为了救白起，他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带着种子过来，他要求和白起交换人质。我就是想跟他道个别。在他们道别时，白起一把抢过种子吞了下去，瞬间灵力大涨，他也恢复了记忆。正在他俩你侬我侬之时，突然桃源香开始排斥，腾蛇抓准时机，一把将白起打倒，抢走种子，汇集灵力。原来只有天兵才能与种子融合。当白起遇到危险时，灵夏体内的蓬莱之力瞬间爆发，身体发出万丈光芒将之消灭，灵夏也不知不见。他在幻境中看到了白起的未来，未来的他看起来很幸福，所以为了白起的幸福，他选择成为天道。这或许是宿命。为了小周，白起行尸走肉的活了2000年，如今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，他却变成了天道。如今的白起已是一个凡人，他没有机会再等下一个2000年了。为了让白起有活下去的希望，林夏告诉他自己会回来的。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，只是给白起一个好好活下去的理由。剩下的时间内，林夏教着白起怎么做一个普通人。现在的白起很没有安全感，只要没看到林夏就会很恐慌，到处寻找。干嘛去了？买吃的呀，是吗？林夏告诉他不能吃冷，不能喝酒，这样才能有一个好身体。等他白头到老，分别的时刻还是到了。林夏带着所有天兵消失在天际，白起又开始了无尽的等待。他每天都要摸一摸戒指，这样才能确定林夏存在过。而林夏在幻境中看到的一家三口，也只是朋友的小孩和幼儿园的老师。他每天照例来看桃源香，忽然发现桃源香又开花，以为是林夏回来，他到处寻找，找了一圈却没有找到。失落时他习惯去触摸戒指，却发现戒指不见了。他慌了，找遍了院子里，忽然他又听到了林夏的声音，抬头望去，以为是自己太过思念出现了幻觉，急忙别过头去。去哪儿了？真的是我。今天晚上戒指弄丢了。白起突然很委屈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当白起看到戒指到了林夏的手里，再也绷不住了，两人紧紧相拥。